陈瑞文经参选2016年香港小姐而签约 TVB， 近日宣布将会约满离巢。其实她的工作都挺多，既是娱乐新闻台主播，又主持旅游节目，月入更加有30,000添。为什么仍然决定离巢呢？她在接受香港另一访问的时候就解释说，因为父母想她30岁之前结婚，所以想找份稳定的工作。而她亦都说喜欢聪明人，即是医生和律师等等的专业人士。我们问到和行内人拍拖好不好的时候，她就笑着说行内人太情绪化了，不够稳定。她透露离巢之后将会转去一间金融公司担任市场推广的工作。